二三，你喜欢谁，直接奔过去，站在他身边，自由选择，好不好？注意了啊，来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走！那今天来的五位帅哥，我觉得都比较绅士啊。哎，出状况了。这两位，你想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啊，你在哪里？你也在这里。啊，停，这样好不好？两位帅哥，这样你们石头剪子布，谁输了谁就到那边。来，准备一次啊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刚才跑得最快的这位朋友，你好。好，那么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我们这个游戏啊，一共有两个部分，听清楚了，在我们的上半部分，我们叫做试苗疆。来，请各位先看一看您身边，苗家姑娘手中拿的是我们的民族服装苗疆，等一会儿当我们的音乐鼓声一起响起来的时候，请注意，用您最快的速度和您身边的姑娘合作，把他们手中拿的这个服装啊穿到您的身上，鼓声音乐停下来，我们穿衣服的时间也就完成了。不管穿的什么样子，请注意一定要停下来。今天我们看谁穿的最快，穿的最整齐了。在这里，我想请现场的好朋友做一回我们的临时评委，我们将评出冠军一名。那么今天我们不但给我们的冠军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物，同时我们还给冠军准备了奖金5000块钱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哎，但是我们准备了精美的礼物，将送给我们的冠军。来，那五位朋友准备好了啊！来，这位帅哥，你要不就把外套脱一下？等一下，我们比赛起来就方便一点。好，我脱一件就行了，不要全脱了啊！好，来，抓紧时间了。你还在脱啊，大哥？可以了，来，群众。是苗疆，开始。抓紧时间。现场的朋友准备好了，跟我倒计时：5、3。停。哎，裤子掉了。大家说他们穿的这个服装好不好看？好。这位帅哥你也曝光了啊！我告诉大家，这是我们的民族服装苗疆，而且是我们苗家的大嫂穿的服装。怎么样？哪一位穿的最快啊？而现在请五位朋友向前走两步。现在啊，我们学苗舞马上开始了，请注意，跟着他一起来。看完这个舞蹈之后，大家告诉我，礼物送给谁？总冠军哪一位啊？帅哥，你一直在干嘛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暂停一下？你听猫一眼就行了。好，可以了，来，准备，开始，跳起来。手势告诉我，让我看一下，第一、第四、第五、第二，好，安静一下。这样，意见不统一，今天我们听大家的啊，现场的朋友您说了算。现在啊，我们五位朋友，谁的支持率最高，谁的掌声、呐喊声最多，我们的礼物就直接送给他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大家注意了，现在所有的评委，如果您支持第一位大哥的掌声、欢呼声。这个还可以了啊，来听听，来怎么裤子都脱？你，如果这是这一位帅哥的掌声欢呼声，
现在鼓掌的都是喜欢看这个脱衣舞表演的哈。这个，好，那我们第三位帅哥，掌声欢呼声。这个人数少多了哈，来听听我们的第四位，掌声欢呼声。最后一位台湾大哥，这样，台湾大哥，我给一个特殊的权利给你，你可以拉拉票。你该用什么方式？你可以拉拉票。来，如果支持台湾大哥的，掌声、欢呼声。拉票成功了啊！我看得出来，只有台湾大哥最会拉票了。来，大哥您到前面来，请注意裤子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哥，来自台湾什么地方？苗栗。苗栗，好地方。这个您贵姓？冯林。林先生，你好。哎呦，我认识很多台湾朋友都姓林，您在这个姓林的在台湾是一个大姓啊。你教的。好，可以了。你喜欢打麻将吧？来，这样，现场的朋友，既然这么多好朋友支持我们台湾大哥，我建议，在我把礼物送给大哥之前，我们让他把刚才学的这个苗舞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来，停，您今天是过大年啊，这样海峡两岸交流一下。我也知道台湾苗栗啊，也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方。那么今天您大哥除了跳苗舞之外，我们能否在新年互动一下、交流一下，也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台湾舞蹈，可以吗？台湾的 ，OK。Disco 吗？来，我们不管什么，配合一下，一二走。啊，你，这个是台湾的 Disco 吗？团体舞。什么舞啊？团体舞。团体舞。跳。潜水的，而且大家一起跳的。那如果像刚才那样，大家一起裤子都掉。来，这样我们把刚才学的苗舞，今年过年也林大哥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刚才跟小妹妹学的那个舞，记不记得？你不要一直打麻将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开始。